哦，这支真正袂歹，上列火烈大班都好看，让你走到哪里可以唱到哪里，不管你伫车顶买当唱。少年人较有耐心诶，这个时间要创啥？唱歌啦！头先唱到遐，我唱到一条，我两唱啊呢。出去外口郊游运动买当唱，哈哈哈哈！伫遮买当唱。啊，多重降噪环绕降噪哦，首创专利，五瓦箱啊把声音清个明哦，真正让你唱出台湾好声音。你啊，厝边头尾唱歌哦，会叫你关细音。新风 K 歌棒才有这个多功能手机支架，让你放手机啊，手机啊放咧你唱歌时，就免惊会袂记你歌词，而且还可以自拍，还可以录音。美国的研究吼，让老人唱歌，让他可以练歌吼，也可以练他的头脑。记忆较好，对哦，免惊讲哦，等于阿妈袂恁的阿雄，要买爱人民飘头，什么飘头？哈哈，这个叫雷射标签，哦，这个买等于给你两年保固，一次卖你多少？2980块就好，哎，买来给他收。